今天带大家来吃日本九州鹿儿岛指宿非常有名的当地料理流水面。这家是指宿市市营的餐厅，非常大，可以坐很多人。这张就是我们的桌子啦，这个汽水是不是很可爱呀？他家除了流水面是最有名的以外，还有各种鲜鱼料理。来，把面放进去啊，超兴奋！然后往这个素面专用的蘸料里面放进去芥末还有葱，开喽！喂，有种捞小金鱼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就是金鱼，谁要捞我？哎，听我这嗓子哑的，我今天早上喝到六点，然后八点钟的飞机，然后直接来这里吃面。这里面的环境也特别好，有小池塘，还有中华鲟。这个小庭园里面还有一个神社，总之是一个很愉快的体验呢。